观众朋友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。有一句俗话说，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。这句话听起来不太合理，但是呢，在我们的社会里却的确可以看到不少人呢常常仗势欺人，伶牙俐齿，处处不让人。当然了，我们也不难看到很多的人以低姿态谦虚的态度来待人。那么谦虚的人是不是很吃亏呢？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，专门欺负善人好人，专门找的好马骑，坏马我不敢碰它，不敢骑它。在我的周遭的，不管是出家的在家的弟子，好的所谓好的，也就是呢容易接受我的忠告，或者是呢容易啊听懂我的话的人，像这样的人呢我常常找他们。另外呢有一些人呢，我经常在背后骂，不是背后骂，在人后骂，在人前也会指责。有一些人呢在人前不能指责他，在人后，也就是在其他的背后，当了单独他个人的时候，也不能够啊指责他。因为这些人呢，你一指责他不得了，他不一定不接受你之外呢，还会恨你一辈子。那有的人就是好人，就是说他听到我骂他呀，他非常感谢，感谢的跪下来，甚至于流眼泪的感动，认为被骂得好，除了师父骂，没有人另外的人骂了。昨天晚上我还骂了一对夫妇，骂完以后他们两个人呢跪下来感激感谢师父。但是呢这种人是很难见到的，随便看到一个不听话的人，不受教的人，你骂他不得了的。已经不受教了你还能骂他吗？已经不听话了你还能骂他吗？那只有求他了。往往遇到啊那一些人呢，相反的一些人，我就要说好话，我要采取低姿势，常常要说对不起，甚至于要我跪下来我都敢了。为什么？必须要跪下来求他的时候呢，他觉得哦，师父已经呢承认错了，我想我要可怜师父了，那就接受师父的意见了。所以好人有人欺，好马有人骑，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专门欺负好人，专门那什么这种骑好马的人。但是啊，好人好马是不是吃了亏了？这个问题是在此。比如说我昨天呢对那对夫妇，我在不了解他之前我不敢骂的，他非常的坦诚的来告诉我师父他自己是怎么样子的，需要师父的帮助啊，他是怎么样的情况下弄到这个样子，是痛苦不堪啊，如何的请求师父来帮助我。这个时候呢用软话，用这个劝的话没有用的，要下猛药才能够醒的。骂了以后啊就感动了流眼泪。那么像这样子的人骂了是有用吗？有用啊，他被骂了以后他的人生就转捩点呢就从此开始。那有一些人呢，你给他劝都不容易劝啊，求都不容易求得上的，那这一些人我大概不敢碰他。我见了他，阿弥陀佛你好吗？你真好哎，我只有这样子。为什么？你没有办法，你要这个正面的，你说你大概是有一些什么问题，我没问题。哎，你这样子不行啊。我怎么不行啊？他们不行哎，
我没有问题，都是他们有问题。所以像这样子的情况下，我只有说啊，是你对人家是有问题，这个我们大家来想办法吧，一起来改善吧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，像这种人，他自己得到的利益吗？得不到，只有临时一时间感觉到自己很有尊严，自己呢很能够有自尊心，这是一种虚荣的自尊心，不是啊真正的自己呢名副其实的一种自尊心。所以这种人是好人呢还是坏人，对我来讲无所谓好坏，对他自己来讲是个坏人，因为他自己啊没有办法得到好处得到利益，而自己害自己，自己整自己，自己使得自己痛苦，使得自己使得麻烦，甚至于一辈子没有希望转变。为什么？他很强啊，所以是呢，是这样子的人。因此，我要下面要讲的，一个谦虚的，一个能够忍耐的，能够啊接受其他的人呢警告，或者是劝告，或者是甚至于责骂的，这种人是非常好的。孔夫子都说闻过则喜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这非常好啊。人家对我们的批评好不好都是感谢，那你真是一个大菩萨受益者。如果经常啊自己让人家一看了就害怕，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啊人家不敢回你的嘴，那你这个人自己要想，我是一个恶马，我是一个恶人，因为人家都不敢碰你了。在这种情形下你得到的益处是不多的。还有一点呢，如果说我们经常啊被人家欺负，欺负的有道理，而是自己心甘情愿的被欺负，这是菩萨行者。如果说是啊自己被欺负的莫名其妙，而且被欺负的人家不知道是欺负你，你自己也不知道是被欺负，这个才是啊愚蠢。阿弥陀佛。